Hello， 大家。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用力或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，只要对得起自己。关于理想，我从来没选择放弃，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。也许我没有天分，但我有梦的天真。我将会去证明，用我的一生。也许我手比较笨，但我愿不停探寻，付出所有的青春，不留遗憾。向前跑，迎着冷眼和嘲笑，生命的广阔不吝寂寞，难测难看到命运的无。希望能看得到的宝宝们帮赫拉转发、评论和点赞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好好到这里。